大家好呀，我是梦梦。告别了上一期夏日重现动画的实景地有岛后，我们继续在和歌山的旅程。第一个非常推荐的小众景点就是位于和歌山既美也町的生石高原。生石高原的标高是870米，是关西一带九月中旬秋冬时节看金色芒草的绝佳地点。我们去的时候是七月中旬，虽然芒草还没有长出来，只有绿色的叶片，但放眼望去满眼的翠绿，随风舞动的叶片形成了绿色的波浪，呼应着远处起伏的山脉。喜欢露营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佳的露营地点，特别是芒草时节，风景一定很美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生石高原通过公共交通并不是很好到达，首选的交通方式还是驾车会比较方便一些。生石高原除了有露营场外，还有三条短途的徒步路线。我们走的是从第一停车场经过露营场到展望台和 Hiyage-iwa 的路，大约花费的时间是15到30分钟左右。这次看到夏季的生石高原还是觉得挺惊艳的，景色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来之前看到有人评论说生石高原会有走入宫崎骏动画的感觉，实际走在生石高原上，我也在心中连连的赞同。绿色的芒草叶齐腰高，步道在芒草的海洋中引导着向前的路线。因为是工作日，我们便独享着这片高原的景色，耳边只有风吹叶片的沙沙声，还有鸟叫和虫鸣。生石高原人气的摄影地点除了秋冬的芒草外，就是这块 Hiyage-iwa 了。坐在石头的前端，让小伙伴从侧面拍，可以拍出坐在悬崖峭壁上的效果。再往前方走，会走到设置着石灯的阶梯。上去能看到被石墙包围着的历史神龛。因为被石墙包围着，神龛周围的风会稍微小一些。从生石高原驱车44分钟能到达我们的第二站，位于和歌山人造港上的玛丽娜城。园内的建筑搭建得很像是欧洲小镇，玛丽娜城也是一处小众的摄影打卡地点。原本还担心会有许多观光的人，但因为是工作日，所以当天游客还是比较稀疏的。它本身是一个小型游乐园，游乐设施需要额外付费，进入乐园的门票是免费的。园内有激流勇进、旋转秋千之类的游乐设施。整个园区的建筑布景做得非常的好，确实很像是步入了欧洲小镇一般。乐园的出口正对面就是黑潮市场。黑潮市场的内部和对面的玛丽娜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那一边是欧洲的风情，到了黑潮市场内则是昭和的风情，能看到不少有趣的老物件和昭和时期电影的布景。市场里还放了一些供游客拍照的面具。
A 潮市场比较拥挤的时间是每天的12:30，市场内会有金枪鱼的解体秀。除了解体秀外，最有人气的就是在黑潮市场内买好海鲜，再去烧烤桌上自己烧烤。不知道和我们错过解体秀或者是工作日来有没有关系，各个店铺里可以选择的食材比较少，摆放着的食材以扇贝类居多，因为烧烤材料的选择比较少，想想既然是海鲜有名，最后我们就选择了海鲜饭为午餐。海鲜饭的出餐速度非常的快，市场内除了烧烤桌外也设置了堂食区域可以利用。我们吃的这家冰冻食堂的海鲜饭，我个人并不是很推荐，说实话并不是非常的好吃，虽然说是观光景点，但毕竟是海港边的海鲜市场，这海鲜饭上的三文鱼颜色和味道上都吃不出是海鲜市场该有的鲜度。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米饭，米饭还是湿湿软软很热的状态。也许和当天到的时机也有关系，但可以说这个海鲜饭是我最近吃到过比较难吃的一顿了。我们午餐踩了雷，晚餐决定一定要扳回一局，途经和歌山市区内遇到了一家名古屋烤鸡翅店，店名是西镇，是以名古屋味噌烤鸡翅为招牌的居酒屋。我们点了炸鸡皮还有混合口味鸡翅，鸡皮炸得非常的脆，有点像在吃薯片的感觉。脆，很脆很脆，每一份都垮掉。我尝试了味噌、酱汁还有辣椒口味的鸡翅，这个辣椒口味的鸡翅还辣得挺有味道的，表皮的酥脆混合着辣椒的辛辣，再加上多汁的鸡肉，非常适合当下酒菜。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啦。我们是喜欢户外和旅行的楠楠梦梦，下一期我们将体验和歌山的海滨魅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投币、分享、关注我们，谢谢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